那我从这里学到，就是说以后不管是不是环保餐具，我们都要做清洗。那现在政府就是说尽量少用软塑胶嘛。啊，如果真的要用的话，就真的要就是去清洗。那、啊、去清洗的话，就丢一般垃圾就好了。那可能以后政府就是说哦 ，OK， 软塑胶是可以回收。参加这次活动后，我和家人的聊天话题也经常围绕着环保议题，希望透过这次的发声活动，让政府能理解回收的困境，调整回收价格，让软塑胶别再像一般垃圾被送进焚化炉燃烧。这次的记者会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，希望有更多人重视软塑胶的议题，减少使用软塑胶，自备环保的餐具，这样子就不需要后续那么复杂的回收流程了。就是从回收上，就是先回收是先从业者嘛，然后就是如果没有业者，就是他会逃税的话，就是其实也不会那么麻烦，就是只要让政府多征收一点，那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束了。希望就是尽量少用一些一次性的软塑胶产品，就用比较少，然后这样的话也不会回收太多，有可能也会更多的人去回收它。如果回收时不会有人偷懒跑去活动中心里面睡觉，我想回收的效率会更高。好，那对我来讲，我基本上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意关心这些环境的东西，然后那我觉得环境教育在学校常常都是纸上谈兵啊，就是对我来讲常会是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很可惜。那我觉得去年老师带那些学长姐做这个事情，就想让他们知道说一件小小的事情里面背后到底发生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今年我觉得本来我没有预期今年还会找得到一群学生来做这事，因为今年我没有特别的课程在开，然后所以能够跟你们六个同学在一起，我觉得是非常的缘分。谢谢老师啊，然后从这里面我也感受到小朋友非常用心的参与嘛。那我想比较好奇的是说，你们这个整个参与过程完之后，你觉得你个人可以做为这个活动做出什么样的行动，具体的行动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一个，你们刚刚有一些诉求，那你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理念，那你觉得你接下来就是比如说短期之内，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，那个观念已经在你的mind里面，那你觉得你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具体行动？